今天妈妈不在，妈妈又不在。妈妈还在那个公司忙，然后妈妈不在，他们两个就会想说要出来吃啊，又一直念要吃大呼呼。你吃这个吗？然后我说功课写很快就可以，你只吃住，你不能只吃那个，你要吃套餐呐、啊。我不会吃。对啊。你先，你可以先看这个啦。我这手不酸了。什么？叉鸡块。你要什么？你要定时吗？你要什么？好，你要这个。对啊，这个可以。阿优点了，等一下，刚按到。等一下，你先点这个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你还可以加东西啊。你要不要加炸鸡块，还是要加？因为这个点到又一份了，所以我要把这个一份删掉。然后先删掉。好，这个删除。好，阿燕，你先点，等一下再换妈咪的。返回是这个。妈咪不在啊。换姐姐点。然后热咖啡不要，炸鸡块，我要炸鸡块。好，炸鸡块。你要升级干贝炒碗蒸吗？不要。不要。阿佑还升级了一个马铃薯沙拉。你要五谷饭啊，你不是最爱五谷饭？哎，小鱼饭你也很爱啊。那你还有什么？好，确认。那换阿纪点餐了。我想好了。好。你就要吃这个。好，等一下。这个。好。哪一个？这个。你想要点哪一个？这个好了。迷你鸡肉蛋盖饭加木和乌龙面。好，阿优，你可以加几点餐？吃这个就好。猪排蛋糕饭。我自己弄就好。阿优，你他有附茶还是附什么的吧？你看一下他定时有附什么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你点了一个这个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什么都没有。他没有写。那我们看一下他定时有什么。啊，取消。妈妈点了没？好，你先让姐姐点，然后就可以顺便看。科尔必斯就好。好啦，你点一个科尔必斯。去冰啊，你可以去冰啊。然后先出。好，那你可以换姐姐点了。姐姐换你点。不行，拿起来。你坐进来啦，姐姐。哎呦，你坐到外面去，让姐换姐姐。对啊，让姐姐比较好点。那这个应该不是太难吃。你要吃，你刚才那个是，它、啊、好多哦。你是猪排蛋糕盖饭的，对。你觉得我要吃这个，还是吃这个？我看一下哦。吃280的，这样我可以省20块。没关系。开玩笑，这个多一个面啊，然后这个是一个饭，对不对？我要点一个，我点这个。好啊，你不是也喜欢吃这个？这个是什么？是鸡肉。好，你要快一点哦，我们大家都要等你。好啊，姐姐点了一个猪排蛋糕啊，好，她蛋盖饭，然后加了一个干贝的茶碗蒸。你蛋要什么手法？嗯，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我想吃马铃这个。好啊，你可以加马铃啊，又有加一个，我觉得你们公下吃吃。对对对对，你们一起吃啦，还是因为你有办法吃一个？我觉得你们一起吃。那你要不要吃炸鸡块？我加了。啊，炸鸡块，我加了。炸鸡块我觉得可以两份，因为我会吃。120呢？哪一个？这个不用了。那蛋你要全熟还是半熟？哈，那就半。你按确定。又是点小鱼豆腐沙拉吧？又没有点小鱼豆腐沙拉。怎么办？它的鱼加成了，不是点马铃薯。它是点马铃薯沙拉。确定啊？确定。换我。脖子有点酸。那我要单点。又不点饮料，应该点那个。哦，对啊，我点一个炭烤牛排好了。半那个，哎，等一下，全熟正常，不要啊，不要全熟啊，正常，确定。哦，我不能喝啤酒，今天开车。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单。我们先这样，不过再点。姐姐要饮料吗？姐姐你要饮料吗？看一下，看可必斯啊。好想喝啤酒，走路来就可以喝啤酒。黑糖豆浆。可是我开车来。你有喝过黑糖豆浆？我没有喝过。哎、欸，黑糖豆浆，你爱喝豆浆吗？还好。还好。那我先喝。你要喝什么？这个。
好啊，你就喝一杯。你要先出吧，还是后出？啊，你要去冰吗？去冰。确认。好，那阿佑帮我确认餐点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看看我们都对，都对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总共点了什么？1744，怎么这么贵？谁的最贵？哎，为什么我的不见了？可以吃海中那个虾中鲜的。为什么我的不见了？有啦，他一定是你的，一定在啦。好啦，订单送出。好好。哇，我们吃了1000多块，这个。阿佑，你知道昨天？知道什么了？阿佑，你知道我们昨天吃多少钱吗？我们是真鲜吃600，这个不能常吃，这只能偶吃。可是我们这个吃了真鲜的几倍钱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真鲜是3倍。对啊，真鲜我们还用卷尺，啊，这个1700多，有点可以偶尔吃啦，跟虾中鲜一样。一个月一次之类的。对啊，偶尔吃。可能一个，我们可能不大。而且妈咪一定会觉得她不在我都带你们吃好料。哎，是阿优说要吃的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因为加点比较多东西，所以点。对，加点那个肉。好啦，等一下菜来再跟大家分享。然后他随后就把菜单印给我们了。阿优点的炭烤黄金长顶石，因为他加了沙拉啦，还加了鸡块，鸡块好像就120，所以应该是400块左右。他加了一些就变605。然后再来姐姐点的猪排蛋开饭是480，啊，因为他有加干贝茶碗蒸。还有炸鸡块，炸鸡块是我说我要加的，然后我自己点了一个单点炭烤牛排，还有可可必斯跟柳橙汁，总共是1744，哇，价格比较高一点，可是也因为我们加了很多东西啦。你说什么？就只有一片菜。姐姐点的是有干贝的哦，干贝炒碗蒸，哎，加多少钱啊？80，为了那个干贝，可是有啦。真鲜的干贝，你昨天吃不是90块？可是比较大颗。然后阿优的是炒碗蒸。我都很饿。你说什么？你只有一片生菜。而且干鲜的。那生菜可以给我吃吗？然后这个好像是120块。姐，你要这个你喜欢吃，你要加这个酱吗？还是不要？嗯，不要。那我吃一口好不好？算了，我吃沙拉，我吃生菜哦。最近比较控制。一半。好，那我们一人一半。阿佑分一半。你知道我们家的生菜都被我的苹果螺吃了吗？刚好。听说你的苹果螺生宝宝，而且听说学校只有你的苹果螺有养活的，太厉害了！你都没有照顾，没有，我从根本没有照顾。他说他养到现在都没有换水过，你都没有照顾，还有办法？妈啊，一定是妈咪照顾的好。妈咪哪有照顾？妈咪没有照顾，妈咪都提醒我啊。这是盐吧？它这边有一罐这个，它写的熟芝麻盐，哦，这感觉好高级哦。然后我看它的调味料还有什么，这个是七味粉，哦，还有附一个七味粉。然后这个还，这个是它的酱油吧？哦，以前你们来大户屋，我记得都是点儿童餐。对，以前妈咪少了，我且吃不饱。以前你们吃得饱，是现在吃不饱。你现在吃这个，然后人家抢一抢。它蒸蛋感觉还算不错。阿佑，你为什么今天想吃大户屋？因为很久没吃。稍等一下，这是阿优的可尔必斯。你再弄，我就帮你可尔必斯加酱油。好，那你等一下，我就把你的那个全部加起来。
旁边全部大椒加完。还好我们沙拉点，因为它的沙拉还蛮大，没有再加第二个。它的沙拉120。阿优，你不是，这是你点的，可是我阿优又没有很爱吃马铃薯沙拉，你是帮姐姐点的。可你自己点自己。你不喜欢他的沙拉哈？自己点自己吃没有？一起吃啦，你们两个一起吃啦。这是他的沙拉，很漂亮。如果我没有吃吧，你说也没有一起吃，我们早就点了。对啊，如果没有一起吃，你就两分太多了。我吃看看，小心一点，小心。要压盐巴。我吃看看，不要乱吃。有点没味道。他的声音。不要加盐巴，那我就不能吃。他声音糊。不帮我，这是你本就。新店家乐福啊，我现在在新店家乐福，他一楼其实平常的晚上生意也很好，我每次吃蒸鲜都要等。昨天是因为很早来才没等。然后餐厅生那个小吃都生意很好。楼上现在是古拉爵，古拉爵也蛮好吃的，意大利面。下次我们吃古拉爵，下礼拜，这就差不多。可能一个人，可是我们今天点的不知道怎么点，我们今天一个人点的超过500块，有点多，有点太多了。如果你再点啤酒，我没有点啤酒。如果啤酒很好。可是我们最主要就是，可能是点了2份炸鸡吧，我太贪心了。啤酒它的价位也算合理啊，70块啊，大瓶的130，金牌100，它啤酒算是合理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它啤酒，啤酒的价位是非常合理的价位。不要点这个，但是想一想，大瓶的100，啤酒算很 OK 的价格。等一下我去接妈咪。你们在讲悄悄话？什么？他们两个在讲悄悄话。52票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点餐应该点了大概5分钟，5-6分钟，我们送的沙拉。你单点的牛排。这边谢谢。其实它还是有那个沙拉，好香哇！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下面有放一块类似石头的啦，然后把它放在上面，所以你来的时候它还有一点声音，噗滋噗滋的声音，大家看一下。我记得我那是点。什么？你点鱼啊？你点那个鲳鱼啊？那姐姐点猪排啊？你没有人要先吃这个吗？要不要吃一块？阿姨要不要吃一块？姐要不要一块？你要最小块的、哦。你要最小块。你要最小块。最小块的最小块这块。最小。你要最小块是这块。啊，这一块啊，这块就很小。这块，这块是这块边边呢。刚有一点点烫，它肉很软。好烫！哇，我一整口吃下去了。很软。它的肉啊，就是非常软的那种。加点玫瑰油。它的凉拌蛮好吃的。它的这个牛排啊，其实就是肉质可能普通，可是它料理的程度算料理的非常的好，就是大家看，就是还很 juicy， 然后中间还不错。那猪排蛋该放哪位？猪排在这边。白饭位置上可以试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然后我们的这个来了，炸鸡。然后姐姐的这个是猪排蛋盖饭，看起来也蛮好吃的。好香哦！阿佑，你可以先吃炸鸡。经纪人没人啊？差你的没来。
然后你可以先吃炸鸡啊，我帮你吃叶子。我点，我只要点一份炸鸡就好。炸鸡，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点吃炸鸡很烫吗？很好吃。好看，那炸鸡看起来不好看，吃起来很好吃是吧？因为它炸的没有很酥黄啊，看起来颜色有点浅，所以比较不好看。可是阿优说很好吃。不错，进来还好。还不错啊。里面蛮多汁的，阿佑，你还要点吗？谢谢。那白饭会正常都可以做虚假。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份炸鸡？对，再去跟他烧点。好，谢谢。阿优点的这个，阿优一定超爱。就是鱼，哇！天哪，这根本就是阿优的菜嘛。鱼就超菜。这个阿优超爱的小鱼，然后还有味噌汤。小心一点，你们要放在那个，你这样。而且这个跟不碗。这个会给我好。等一下，你先放好，然后还有一块鱼，它鱼看起来还不错哎。啊，我点啊，我加点炸鸡。他等一下会来，他说等一下会来。我觉得他的东西啊，就是看起来还好，可吃起来都有水分，还不错。我可以吃你的一块鱼吗？可以。是修哪？修哦，很修。他应该是用蒸汽烤箱弄的。这片怎么拿起来了？你拿起来。这片呢？你要把哪一片拿起来？这片骨头。这个，你说把这个刺拿起来。我不会痛，我真的不太会吃鱼。你自己弄嘛，我真的，你比我还会吃鱼。我只会负责吃旁边。好。妈咪很会弄鱼啊。可是我们都不会弄吧？那你在，我就觉得不会弄，就不会点。来吃点。我觉得这个有刺啊，可以做，好像可以。你把这个打起来。好。哦，烫！它上来的菜都很烫。你交换嘛，你就让他又吃一块嘛。还有炸鸡啊。为什么有神经那么晚上？真是久等。就是为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不是。吃的鲜奶啊，有。它是现炸的嘛？我会可能。就是有。是现炸的。有像。是现炸的吗？对，你看，不是，好像有点像现炸。像加牛肉。我喝不出来。不过我没有听到炸的声音。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，刚才点烧。好啦，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很丰盛，今天吃的很豪华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拍到这咯，拜拜。我刚才忘记开广角，拜拜。